来自大天使迈克尔信息2023。关于十月日食周期，激动人心的一周。通灵，艾利亚米拉。神圣的人们，向你们问好。我是大天使迈克尔。我们用爱迎接你们。你们正处于一个惊人的升级时期。你的意识正在鼓励你清理事物并提升。所有一切都在加速，这为你们创造了体验更多快乐、更多疗愈、更多轻松和突破新体验水平的机会。我们知道你们此时已经感受到能量的强化，我们想透过明确一件事来开始这种传输。一切都在为你而发生。所有事物，尽管现在或此刻看起来可能不是这样，但要知道，每件事物都在为你而发生。你是如此被爱，非常感谢，如此被看见、被理解、被知道。我们知道您的愿望，你热切的愿望，您的喜好，甚至是每时每刻的小细节，以及您生活中不同时刻需要您关注的事情。我们掌握所有这些，您的神圣自我也掌握，我们在一起，照亮前进的道路，指导和帮助你和这一切。你所是的一切，以及你所成为的一切，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圣自我。这种能量是你存在的浩瀚，也是你化身中光与生命的泉源。神圣的自我也永远在这里为你服务。这是爱，以最个人、无条件和温柔的方式爱你。神圣自我是你生命中所有资源的泉源。所有形式的丰富、疗愈、清晰和显现都由你的神圣自我赋予并流向你。神圣自我散发到你的人体中，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你的活力、你的生命。你的神圣自我也在召唤你去做一切为你服务的事。当你感到对齐时，当你情感上感觉良好时，你就与你的神圣自我一致，并且在这种对齐中，你可以获得内在的推动和灵感，朝着能够实现你并实现你的化身的方向前进。这，你的成就，不是一件小事。这也不是单一的事情。它是一种存在状态和美丽体验的流动，为您的体验带来更多的美丽、秩序、和谐和真实。它是一种连贯性和神圣时机的流动，将你与你所要求和喜欢的情境、环境、人、想法和其他明显的体验联系起来。你的满足比你想象的更精致、更慷慨、更丰富、更令人愉悦、更美丽、更强大。如果你学会如何让自己拥有它，它可以而且将会让你进入并超越你最疯狂的梦想。如果你允许自己感受和想要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并学习如何让它进入。为此，我们觉得是时候帮助你们选择现实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邀请，你可能会更准确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启蒙。火焰，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赋权，即在与神圣自我合作时扩展你的精神天赋。它始于支持治愈你与欲望的关系，让您更能实现愿望，疗愈你与信任生活、信任自己的关系，用你的意志来治愈你的关系，向你展示如何进入神圣自我的连贯性和意识。你知道这是安全且实际上明智的，以溶解你们许多人所携带的盔甲，取而代之的是使用频率作为你为自己设定标准的方式。你可以接受什么？你现在正处于一个强大而关键的时刻，传入的能量正在净化你，你可以感受到你所接收到的许多东西的清洁、
进化、提炼的焦点。请记住，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发生的，这样你就可以提升，变得更加清晰，并且让你体验到的所有能量更加流动。这些能量也在创造空间，因为当你释放和清除过时的模式和能量时，你在内部创造了空间来接收更多。所有这一切的演变都是由你的神圣自我授权和监督的。但是，亲爱的人们，你可以自由地制造抵抗，坚持对你自己、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的成功、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可能性、你的福祉以及你对生活、你自己、宇宙和每个人的期望的旧的、过时的愿景。它大多数时候，你这样做时甚至没有意识到你经常实践和返回的期望和想法与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有多么不一致。但是，一整天，每时每刻，你都可以感受到你内心的这种内在的亲和力，这种内在的和谐。当你调整自己时，就会变得更加轻松，更加放松，甚至更加轻松，或者一种更好的感觉状态。你正在与你的一切的神圣流动保持一致，并让自己拥有越来越充分的资源，而你通往神圣自我的途径正在改变。就频率而言，它离你越来越近，你也离它越来越近。如果你将其与刻意选择你真正想要的现实结合起来，并练习从这个愿景中生活呢？如果你学会把如何做留给你的神圣自我，并真正持续地应用它，会怎么样？生活在与你想要的一致和一致的状态中，并且持续地这样做，足以看到你抵制它的方式，并且在当前的能量中，你可以很容易地释放它们。与强大的非物质盟友合作，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支持能量精炼，可以帮助你释放和清除密集、拥挤和卡住的模式、能量、想法和思想形式，同时还可以围绕身份和你所对待的事物重新书写你的脚本。真实且重要，这是生活新境界的重大突破。现在是这样一个时代，这种改变生活的突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让你们彼此共同创造，并与大天使麦克、大天使梅塔特隆、大天使拉斐尔、塞拉菲斯贝、独角兽、银河神圣之龙和神圣龙集体带来基督意识、清理以及与无限的连结。激动人心的一周，做好准备。在这个计划中，您将得到指导、支持和展示如何利用流入的变革能量，以及十月日食周期的能量，运用您与神圣自我的内在联系，从而对意志的完整性持开放态度，更了解你的意志，以及它如何帮助你选择你想要的现实，或不选择你想要的现实，并被引导和展示如何治愈它，所以它支持你选择你的现实。体验快乐的欲望，重新唤醒并连接你与欲望的自然关系，以及当你以价值感、力量和知道你实际上资源充足的方式调整欲望时，你自己的力量和快乐。获得启蒙和复兴，与来自神圣源泉之龙合作，挖掘无限和宁静的力量，让你的生命中展现出最高的潜力。清除并释放不再为你服务的东西，与淡紫色的火龙、大天使扎德基尔以及紫罗兰和淡紫色的火焰合作，透过神圣之爱的力量转化不和谐的能量。与这些龙一起工作，将让你轻松、平静和优雅地释放不再为你服务的东西。提升、体现第五次元之光。
与系带基督之光的金龙和白金龙合作，将你的心提升到第五维度，并帮助你从更高的角度生活和看待你的生活、你的可能性，并照亮你最高、最充实的道路。透过一系列引导的内在旅程、通道传输、教学和激活、支持材料和现场问答环节，您将培养和增强有意识的选择现实，与之保持一致并允许其展开的能力。同时，您的能量场在清晰度、连贯性和频率上扩展。这样做将使你与内在的最高力量保持一致，并帮助你改变你所持有的心态和期望，这让你突破到新的体验水平、新的幸福水平、新的活力水平、新的爱和快乐程度，以及创造力、优雅和放松、丰富程度达到新的水平。你天生富足，丰富不仅仅是金钱或财富，丰富还包括灵感、信任生活、感受快乐以及接受和分享爱的能力。丰富包括身体活力、平衡、休息和放松。丰富包括清晰、美丽、和谐、神圣的时机感以及与宁静与和平的内在体验相联系。让你与生俱来的丰富，就是让你自己茁壮成长。这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满足，并让你所创造的东西带来更多的满足。这是一种欢迎你想要的东西的体验，并意识到这种渴望既向你展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又告诉你什么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满足，并且是一种做你自己、分享你的天赋和表达你的真理的一致方式。正是透过你开放并接收来自神圣自我的神圣之流的能力，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会来到你身边。它是你发光存在的源泉，也是你存在的光辉的独特和谐。一切都是一，一切都是爱，关于你生命的一切现在都在显现，帮助你看到这一点，了解它，认识这一点。反复始终如一，并开始将其内化为内在的认知、真理、存在的基础以及这样做的基础，这样你就可以让自己自由。你生来就是为了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大大减少了追求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和要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在你们的世界里，有太多有条件的信仰体系，将时间的流逝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机会少了，幸福感就少了。我们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一些不同的事情。新世界正在开放，新频率不断上升，未来，你的未来，看起来非常光明，金黄色，非常非常明亮。最后，神圣的人们，我们今天想提醒你一个关键的理解，如果你把它记在心里并让它变得生动的真实的话，它将非常有帮助。你资源充足，你的神圣自我正在流向你所要求的一切，它知道你需要的一切，并将从接收中受益。你被各种充满爱的存在、各种充满爱的能量所包围。你对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以及你想要创造的一切都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并且受到启发去成为、去做、拥有和分享。我们邀请您掌握主动权并充分利用这一切。加入我们，选择你自己的现实，其中，你可以发现问并得到它吗？实际上是真的。然后你学会相信它，并扩展你的接收能力。学会要求比你习惯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看到并向你们提供，你们都会因更多而蓬勃发展。因此，
我们在这里帮助您找回与生俱来的快乐能量，发现您想要的东西。另外呢，你们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享受户外的大自然，享受欢笑、轻松和放松和乐趣，以便吸收、转化，并成为你正在成为的人。是时候期待这一切并与之保持一致了。了解如何让自己获得更多支持，询问你真正想要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才能茁壮成长。不要再缩减你的欲望，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认为只要勉强够用就可以了。你值得拥有更多。一起来，与他人一起并共同关注并创造。打算，承认并庆祝正在进行的转变和过去的瓦解，以便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你的进化，你不断地在你内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空间，以被更高的光所充满和满足。我们现在在这里，专门为此提供帮助。如果您想参与持续的共同创造体验，让您能够提高频率并与神圣自我融合，并一起专注于并创造您喜欢的突破，请这样做。当前充满活力的扩张和共同创造的机会，可以令人极其振奋、验证、解放和鼓励。他们还可以增强你的提升。我们知道这一点，正是考虑到这个机会，我们与您分享这些邀请，让您齐聚一堂，庆祝、创造、清理、转变和提升您的体验。我们是天使。我是大天使迈克尔，与艾利亚、神圣的银河龙、天狼星扬声大师以及光之议会一起，平和与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来自大天使迈克尔的祝福。I am Archangel Michael.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